我们再继续关心康瑞台风相关，这也影响到金门的小三通航线，包含了金厦跟金泉航线，明天全日停航。今天就有不少民众赶搭上船班，因为担心接下来会因为台风打乱了生活步调。旅客身上大包小包拖着行李，金门水头码头瞬间变得好热闹。因为康瑞来袭，小三通31号停航，不少民众赶紧搭上30号的船只，就怕行程因此受阻。知道明后天会停航？知道，原本我们是5:30的，所以说我们提早2个小时。今天风浪比较大，有啊。坐船的时候有今天摇比较大，是赶着过来还是赶着回来金门呢？不只有人赶着回金门，也有人赶紧买票，赶着搭船要去厦门。摇晃的航程，感受康瑞威胁。金门港务处宣布，31号不论是金厦还是金泉航线全数停航，何时复航就看台风如何影响台湾。那明天因为今天晚上会受到海上警报的发布，所以明天预计会小三通会全线停航。港务处预估停航一天会影响4000多名旅客量，呼吁民众随时关注官方讯息，确保行程顺利。记者金门综合报道。